啊，已经已经闹了一天了，乖乖睡觉，明天早上要上学呢。啊，妈妈是经理比较大，还是老板比较大？你为什么问这个啊？因为下次老板叔叔来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跟他讲，爸爸是经理了。妈妈，经理到底大不大啦？有没有比老板叔叔大？有人来了，妈妈去看看。你乖嘛，闭起眼睛先睡觉啊，哦，乖。 沈总，我来看看杨洋。沈总，没有醉，我清醒的很，我去看看可爱的杨洋。让我看看。沈总，喂，明美啊，我是宋林，不好意思啊，沈总好像喝醉了。 现在我在。洋洋，爸爸好想你，爸爸真的好想你。你怎么睡着了？你怎么不等爸爸来跟你讲故事，你就睡着了？现在讲。 一样哦，我讲给你听啊。话说，好久以前，有一个爸爸，这个爸爸，他到医院探病的时候，他碰到一个小男孩，我们就把他叫洋洋，好不好？ 经过了好多年，他才知道这个小男孩就是洋洋，就是他儿子。你知不知道？你听到了没有？ 你知不知道，这个爸爸？洋洋，你听着。 这个爸爸他说：“洋洋是属他的，洋洋是他一部分，洋洋是他身体的一部分，没有人可以把他抢走。” 我爸爸对不起，从小到大，爸爸都没有好好的照顾你。俊忠，俊忠，你在说什么？起来，走，我们回家。走，你来干什么？我跟我儿子讲故事。啊，sorry，不好意思，他喝醉了，他在胡言乱语，走，我们回家。走开啊！你不要拉我，好不好？瞎了，放开我，你先去好好找酒，我要跟洋洋讲故事。好好好，改天，改天，好不好？
我要讲故事。好啦，你不要在这边吵嘛，这么晚了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，我们回去了哈，别再说。好好好。沈总怎么会跟这件事情有关呢？我想到哪里去了？他是个好人，我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给水，给我水。你看清楚，这里是哪里？我不是宋玲，你要是舍不得他们母子，你再回去啊，你再回去找他们啊。不要闹了，不要吵了，好不好？我投降，我向你投降，好不好？你给我站起来，大把话说清楚。日子过得好好的，你又来了。是谁不想让日子好好过下去？群众，你摸着良心说话。我现在就是还有一丝丝良心。你是我老婆，你替我想一想，你体谅我一下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那我呢？我的尊严就应该让人踩在地上吗？每天生不如死，我的痛苦，我的委屈，你有替我想过吗？群众，我请你告诉我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做，你才不会去找他母子？我求你，我求你告诉我，好不好？你不要求我。我求你好。我沈君中跪在这里，我跪在这里，我求你成全我。你的意思是绝不放弃？你给我留一点面子好不好？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缠着宋玲他们母子呢？你有种你可以跟宋玲把话说清楚啊，你这样做算什么呢？这是我的事情，不要逼我，求你不要逼我。你不要再一厢情愿，人家母子并不见得喜欢看到你啊。你
你是不是跟宋宁说了什么？一定跟宋宁说了什么？你到底说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说。你不要做贼心虚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做贼心虚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发脾气？ 好一个做贼心虚！原来我是个贼，原来这一阵子你总是紧迫盯人，你把我当成一个贼，你是我老婆，不要别人把你当成贼，可以啊，那你就不要去。我不会再跟你商量。 宋小姐，沈俊忠对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赎罪。我知道你不会相信，所以请你回想一下6年前在汽车旅馆的那个晚上，然后再想一想沈俊忠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一个不忍心见你继续被蒙在鼓里的好心人，你去哪儿来的？ 问你呀，问我。写信的人总比收信的人清楚吧？你以为这个信是？原来你以为是我在故弄玄虚，出这种花招来整信神的？对不起，我不得不怀疑你，因为这件事情除了你母亲以外，就只有你跟沈俊忠知道的一清二楚。你母亲不会电脑，她更不可能花心力在我这个讨厌的人身上。 沈俊忠，他更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去重伤他自己，何况这事情还是我告诉他的，所以剩下的只有你了。没错。